过了。哦，很忙很忙，哦，很忙很忙。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菜。有没有今天觉得很特别 ？Oh my god， 我们竟然在 NC 台湾哎，我玩了这么多 NC 的游戏，今天有幸来到 NC 台湾。我们是因为有一款新游戏准备要上，那这款游戏叫做《浩源》。我们现在赶快来参观一下 NC 的办公室长这样，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。Let's go。浩源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这次的角色，我觉得都很特别。有没有看到？就是很华丽，然后很 Q， 很可爱，跟一般平常 NC 就是不太一样。所以呢，我非常期待。那等一下我们会试玩他们的游戏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就可以自由开始体验咯。哦，他的游戏音乐很好哎，哦，他故事性感觉蛮强的，然后跟之前的剑灵有一点点相似。不愧是我们 NC 爸爸，因为你可以看到画面就是非常非常的流畅。我们向着箭头走。哦，这是箭头吗？这边的这有哎。你好啊，郑福三。你好啊，来，我们来找鸿飞大人。Go。等一下要打这个角色，拿鞭子的妹子。来开扁，我再收集这个。嚯，哦！哎，其实他的那个你刚打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。玩游戏你会手忙脚乱嘛，因为你要放招有点精细，可是呢他帮你设计在就是按招都在旁边，所以其实呢是可以玩出就是非常细节的操作。哎，有嘞有嘞，我们又前进了。哎，属性，所以它属性有火水毒雷暗毒。哦，每个英雄都有不同的属性哦。它的弱点全部打完的时候才需要吧？这种虾兵蟹将，我跟你说，直接下去。皮人族，妈的！哦，连击来了 ，combo。哎，我们要选这个，然后什么 combo？ 哦，有了。然后哦，两个人可以合体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要闪？还是不用？碾压，有什么好闪的？对啊。不是我刚才使用 combo， 你们没看见吗？啊，好 Q 哦！小雪。哦哦，他每个角色会介绍，然后还会介绍他的那个，他是什么属性的，然后他是做什么，譬如说他是辅助啊、坦克啊。先赶走鱼人再说。消灭鱼人。这个人吗？我有回闪。咦？哎，因为其实我真的老实说，我现在玩这只，我也没有什么好做。因为我最近战啊。哎，完了，不是。哎，不是。有都躲掉了，哦，有打到吗？哎，他有一点硬。哦，被击打了。哎，我觉得浩源的角色做的都很漂亮，很多种哎。我看你按都有不同的特效，我们秀几个来看一下。有啊，我刚刚就秀这个啦，阿娘。很辣。会放毒的这只刺客我喜欢，然后这一只逃家少女。多可爱哦！重点是它还有好感管理度，然后还有时装的部分，自由搭配。哦，好想打 BOSS 哦！就是这种游戏其实是蛮期待跟队友组队的啦。在这边，
这个手越按越大力的趋势，没错，感觉都起来了。他想别误哎，从后面打他，让他直接空招，没有关系。来，他已经晕了，他晕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他是指向剂吗？哎，我动不了，我动不了，我动不了。欧某，对对对，欧某，这怎么办？欧某，不是，这怎么往哪里跑？在这边，有点难。哎，我是打他弱点，还是有时候真的，对对对对。哎，等一下，跑不出去，他会冰我，别再冰了。好，有了有了，得掉。哎，我好像有一个解状态的，怎么多状态啊？这是王，这是小王吧？有，刚刚说打完马上给你来一个哦。连锁效果哦 ，combo 的意思了吗？就是谁搭谁会有一个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野地蛇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过去的觉悟吧？好嘞，躲躲看呢。哦，这个要闪招的，这个要闪招的。切！哦，什么？哦，什么？哦，啊！来，季季给你看。季季来。来，舒服的时候来。啊、你玩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啊，跟我一样的时候，它可以向下拉就好了，它会自己帮你破防它。你刚不是有弱点吗？对，我们自己都碾压，不会。哎、欸，那个自动按下去，守护粮食吧。好像我就是哎、欸，有点肚子饿了，吃点东西好了。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子哦，一边享受一下，我们往下拉了，它会自己防守起来。我们现在要来玩它，就是最特别的模式，就是可以切换 RPG 模式。哦，这就是我们切换式 RPG， 然后我们就进入战斗。哦，好酷哦！哦，我想一下，这边我们可以切换，我们切换到野外，它里面就在战斗，就不用在那边等，这很厉害。然后它就是反正站，你就会看到它怎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再切换回来，如果想看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切换回来这边，你就可以看到里面发生什么事。这关打这个 boss， OK， 来，我们就选一个一坦，后面四个人。哦，他们这边会跟你讲，说哦，如果你这个阵法这样是怎么样的啊？他是跟你讲说，如果这样的话没有防护罩的话，会绝对伤害，所以你要知道说怎么防护。啊，好紧张哦，怎么办 ？OK， 开始，要上座了。哦，我可以，比如说这个，哎，不行，这样。OK， 先给他拳。哦，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防护罩，我就点我的后排，然后使用。是大招。这是群补是吗？所以我就直接用这个安他，然后帮他补。治疗。哦，补蛮多的耶。别无他法了。海扁。哦，好像快死了、哦。这个如何？哎呦哎，好猛啊、哦！好，结束了哦，打赢了哦，有了接受，终于要组队了哦，调一下视角。车过去小队，车过去小队，哎呦，哦，什么意思？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想变这个。大麦出山，走位，走位，再走了，再走了，我现在是辅助。闪流的，等一下，这个可以一直走位。OK， 我现在主角是一个辅师啊。你刚刚不是说你有的时候也是希望你在后面帮人家加油的吗？有，所以我现在在后面帮人家加油了。感觉是不能站在一起。OK。有了。哎、欸，真的车过去小队。没错。我们现在进来要打这个，就是首领副本。来吧。哎呦，39号怎么了？立刻起来！哎呦，痛！
挡住了，怎么办？完了，死了！可我队友刚……我刚不知道，没事，我可以复活。哎，帮我！有人可以帮我解吗？靠近就可以了，靠近，谢谢谢谢。有有，哎，我觉得因为困难，我们现在有一半呢。这是什么？这个装置打到装置吗？打到装置吗？快快快快快！还有还有 ！Oh my god！ 装置！完了！我被绑了！来来来，我可以救你，我可以救你！哇！等下等下，这个是谁？我用他小兵。哇，跑不了，还好还好，呜 ，Oh my god！ 哎，完蛋了完蛋了，那是什么？哇，这龙卷风 ，Damn！ 打不赢，很难。没关系，我们留一点遗憾，待游戏上市的时候再来挑战啦。好，好。今天呢，就是我们最好玩游戏浩源的一天游玩体验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真的对这款游戏期待非常高。那想要知道更多的话，下面的资讯栏可以赶快看一下哦，然后记得帮我预约游戏哦。好啦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，拜拜。